家好，我们今天来谈第四讲有关于债券投资。那我们知道我们一般在投资的商品当中有债券，那可是我们要了解公司为什么要发行债券呢？好，那是因为有许多公司它发行长期债券，它的目的是要去筹措投资与偿还及设备的资金。那长期债券呢，可以使企业产生杠杆作用，也就扩增企业的利润与损失。那也由于长期债券所产生的利息可以作为费用处理，因而成本最低，使其成为资本结构之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为什么它是有杠杆作用呢？一般杠杆就是说它有固定的利息支付，从而你如果透过这种固定债息支付之下，你去运用投在设备而产生更高的报酬的话，那我们说呢，你这个就会带给公司很大的一个收益。那我们接下来谈一下公司债的意义。公司债呢，乃发行公司向一般大众举借款项，承诺于指定的到期日向债权人无条件支付票面金额，并于固定期间依照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证券。所以它是有一个票面额，然后有一个约定利率，然后呢，通常都是一年付息一次，或是半年付息一次。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什么叫公司债的面值。它指的是在发行债券时呢，公司为债券设定的价值，这个价值有一定的金额。那面值代表公司所介入并且承诺在未来某一特定的日期偿还给债券持有人的金额，这是一个面额。好，那也就是说呢，我现在跟你买这个公司债，也许面额是10万，那当中如果我一样10万跟你买，那这当中呢，就是当然要付这个债息以外，到了到期之后，公司要把你的公司再买回，这时候他要还那个面额给你。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公司债的报酬，一般是以票面利益来表示。公司债的购买者为发行公司的债权人，可按期收到利息，并于公司债到期时收回本金。这当中每一期的利息是按照上面有规定的利率，比如你是面额10万，每一年付给你 10%。所以每一年公司要付你1万，就是10万乘以 10%， 1万的债息，总共连续付10年。然后到了第10年之后呢，就要把本金10万还要还你，除了那一年要还你债息1万以外，还要因为已经到期了，还要按照面额来还给债权人。好，那我们既然这是一个买卖我债权人去买你公司的债券，这当中会有一些契约约定。好，那一般在负债契约中呢，可以影响公司的负债成本还有未来融资弹性的一些特性它会约定比如呢，首先是债券契约。债券契约是一张明确记载债券持有人与发行公司双方所拥有的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这里面有包括一些限制条款，它的内容可以区分为4大类。首先是新债券发行的限制，第二个限制股利发放，第三个限制合并活动，第四个呢限制处分公司的资产。我们看这些呢都是对于债券一种保护或者公司一直发行公司债券，那这样会造成旧有的购买债券的债权人他们的权益受损，因为你发行太多，也意味着将来公司要把这些这个欠债的透过公司债所筹措的金都要还所以他有一些你要不要能不能发行多少，再发行多少新的公司债，他有限制，还有也不能再进行额外什么合并购并那为的都是保护呢债券的持有人。好，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谈受托人。什么叫受托人呢？一般公司在发行的时候通常有3个当事人，一个是发行公司债的公司，一个是债券持有人或
或债权人，我想这两样很清楚。还有第三种叫受托人，什么是受托人呢？他是发行公司为保障及服务公司债的持有人所指定的银行或信托公司。那受托人的工作呢，主要为监督发行公司履行契约的义务，所以包括这当中的债息的支付，都是由受托人，一般都金融机构，来直接处理，来交付给呢，给那个债券的持有人，就债权人。接下来我们来谈赎回条款，这条款呢可以允许发行公司它有收回债券的权利，就它可以提前收回来，可能一开始发行10年，可这当中可能5年之后，公司因为有资金就能把它收回来。那这样的话，是因为上面有奠定一个可赎回条款，如果没有，它就不能提前赎回。接下来我们有偿债基金，偿债基金指的是一种协助公司有系统的逐年至债券持有人处买回部分债券的规定。那这个可以使公司呢，不用说大家都积到最后到期了，然后一次可能要支付过多的这个一些债券的这个面额它太多，所以它把它分期，那设有偿债基金，可能是也许这一个10年的，我们分5期，每2年这个把它偿还一部分。所以呢，这边一般公司有权选择下列两种当中的任何一种方式来符合偿债基金规定。第一种，每年按照面值来赎回固定百分比；第二个，可以自公开市场中买回固定百分比，它可以按照面值，也可以到市场上公开市场中买回来。那我们接下来要谈公司债的种类。公司债有好几种，那当然每一种不同的企业，因为它的风险大小，相对它给你的报酬率也不一样。首先，我们第一种是抵押债券，什么叫抵押债券呢？是抵押公司债在发行时以发行公司的财产作为抵押品。这个公司债呢，它后面有不动产来做抵押。那我们这边有个例子，假定台南货运公司必须筹资5000万元来建造一座货运集运厂，因此该公司税以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品，它发行了3000万元的债券，其中2000万呢是来自于发行股票或特别股。如果台南货运公司未能按时偿还债券的本息，那债券持有人有权拍卖掉作为抵押品的财产，再以所得到的资金抵债。所以这样我们说抵押公司债呢，对债权人就很有保障，因为万一公司有时候营运不好，没办法偿付的话，那他可以透过这些不动产抵押的来强制清偿。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好，那我们谈完的抵押公司债之后，我们接下来谈信用债券。什么叫信用债券呢？它是一种无担保的债券，也就是发行此种债券的公司呢，它没有提供任何特定的资产作为抵押品，以保障债券持有人的权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知道它没有像抵押公司债那么有保障。可是相对的当债券去买这一种信用债券的话，一般它的报酬会比抵押公司债还来得高，因为它风险比较大。那第三种是次级信用债券，也就是说，它的信用债券可以附属在应付票据，通常是指的银行贷款或所有其他负债后面。那这种债券我们把它称为次级信用债券。你从它的字义，次级，就它的偿还顺序呢，比信用债券还后面。就说如果将来要偿还的话，一定是抵押公司债优先，然后信用债券，接下来才是次级信用债券。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谈第四种收益的债券。什么叫收益债券呢？一般收益债券规定，只有在公司所赚的盈余到达支付利息的要求时，公司才需要发放利息。不过，
在债券到期时呢，本金则是一定要息偿付的。如果根据这个收益债券的约定，那公司有赚的钱超过偿付债息的才要花，没有不够的话就不需要花。但是在这一种情况之下呢，它一个要求，到期的时候本金一定要还，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收益债券好像又比刺激信用债券，感觉它的限制就更多，所以呢，如果换成这一种，它报酬要更高。那第一种叫可转换债券，可转换债券系指公司在持有者能够将其所握有的公司债转换为普通股，就你一开始可能是债权人，可是后来持有到三四年，你发觉公司，它的成长很高，那你如果持有是可转换债券，你可以中途把它变成股票，那这当中呢有转换比例，系指公司债可转换成多少股的普通股，一般都会约好。那另外转换价格呢，就是普通股在转换时所评定的价格。好，那我们这边有一个例子，这边有一个面值1000元的公司债，以10年后它可以换成20股普通股，那要求其转换比例跟转换价格。因为他已经很清楚告诉你，你持有的1000元的公司债可以换成20股普通股，所以它转换比例就是20。那转换的价格呢？你债券面值1000块，除以可以转换20股，所以相当于一股呢是50块。而这个转换价格不一定跟市场的价格会一致，通常会比较比市场价格更优惠。因为你是公司债转换成普通股的。第六种是浮动利率债券，那浮动利率债券呢是一种票面利率，它会随着一般利率水准的变动而改变的债券。那这一种对于如果是在利率变动很大的情况之下，那我债权人，我可以买这一种，可能刚开始公司呢它利率比较低，可能只有3%，可是随着市场利率调高了，它跟着也会给你比较高的利率。那当然，这个对公司发行公司债的公司也有保障。万一未来利率是下跌的话呢，他发行这种浮动利率债券可以保护他，或者你一下子花固定利率，一次就要10年，那这10年下去呢，每年利率都是过高，对公司债负担就很大。第七种是零票面利率债券，它是属于不支付利息，但却以低于面值的价格折价出售给投资人债券。称为零票面利率债券。我们举个例，如果你现在发行10万块的公司债券，好，这当中都没有任何利息，但是呢，他债权人只花了97000跟他买，那这意味着到了10年之后，对方要还你10万，也就是你今天付97000，到时候10年后你会收到10万，这中间的3000块就是你这10年，这个产生的一个利息，债息收入。还有一种叫做接下来谈的垃圾债券。那什么是垃圾债券呢？它是一种具有高风险以高报酬性质的，通常是由一家举债较高、可能会陷入麻烦的公司所发行的债券。那这种公司一般它发行这个债券做什么？因为它本来是财务风险比较高的。所以他给的报酬率很高，那他发行这个目的是因为常常用在以下的用途：第一个是合并，第二个融资买下，第二个是公司有巨额的负债要偿还，第四个是从事股票买回。在这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这当中的合并啊、融资买下，就是买其他的公司或跟人家公司合并，或他很大的负债已经到期了。那当然，他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必须赶快发行垃圾债券。这个利率很高，会吸引人来购买，但是这一种有时候风险很高，之前大家都知道，希腊呢发行那种政府的债券，都会发生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要注意，高风险、高报酬是高风险的，第九呢，分期还本债券，分期还本债券是指本金分段到期的债券，例如20万元5年到期债券呢。我们每年偿还4万元的本金，
然后就发行分期还本债券。那当然这样的话呢，哦，因为它是不是说到期20万要拿出来，是分这个5年，所以每年4万，就是逐渐的等于是陆续的收回债券。那这样的话呢，对公司来讲，不至于说等到到期以后呢，因为发行那时候可能当初发行很多的公司债，那进而他可能要筹措一笔很大的金额，就不会有这种现象。第十呢，可提前赎回债券。那可提前赎回债券指的是债券发行一定期间后，发行公司有权决定于到期前，照约定价格提前赎回全部债券。有的时候公司它为了要便于吸引债权人来买它的债券，它刚开始可能给你的利率比其他公司高，可是它定了这个条款可提前赎回，你就要注意了。他可能人家7%，或是人家5%，他给你6%。好，那他很快的公司债就可以卖出去，可是因为他有定定可赎回，也许他在2、3年之后，他已经有赚钱，他就把它赎回来。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哦，对于债权来讲，可能就是前3年比别人多1%，可接下来他可收回去了，所以这要注意。好，那我们呢，接下来要来评估，那债券怎么来评估它的价值呢？这对投资者很重要，其实对公司发行公司债也很重要。你这个评价过低，你公司卖低了，那对公司呢，也不好，成本会增加。你太高了，对债权来讲，它高付就说比应该付的还多一点，那当然它的报酬就少。那一般的债券评价模式呢，我们说它的价值，债券的价值代表是一系列的年息，再加上期末的一笔总额支付，它的价值就等于这些支付原有的现值。我们如果用公司来表示的话，我们的 P 就是债券的价值。今天它价值多少呢？它是反映在未来各年，从第一年到第 N 年，你每一年都会得到债息 I，但是因为不同年度的 I 呢，我们现在要看今天的价值，所以要按照KD 折现，你把它折现回来，然后还有到期是面额要，也要还给债权人，所以到期有 M 的面额，然后1+KD 折现 N 期，把它折现回来，因为我们要估计今天债券的价值是多少。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算出，P 就是每张债券的价格，I 就是每年支付的利息，它一般是债券面值乘以票面利率，M 是债券面值或到期值。KD 是债券的适当利率，N 是债券的到期，年数。好，我们讲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好，那我们呢，接下来用一个例子来做说明，债券怎么评价？这边有一个债券呢，它的面值是10,000，它的票面利率是10%，期间 N 是10年。那我们要求在下列市场的利率的时候，它上市的价值。我们底下有分别3种情况，就在市场的利率是10%，跟第二种市场利率在15%，还有第三种市场利率是5%。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种情况。当市场的利率是10%的时候，而公司呢给的票面利也是10%，那我们说呢，以10,000乘上10%，所以每一年都要公司要付给债权人1,000块。好，但是因为这是未来第一年到第十年，所以都要折现回来。哦，按照1+10%折现，第一年就折现一次，第二年2次，第十年就折现10次，到第十年呢，本金就是10,000。要把它折算到第零年，所以要折一些1+10%的10次，所以我们算出来就是10,000。也就是说，如果市场利率跟你的票面利率一样的话，其实公司就是按照面额来发行。那如果市场利率呢是比票面利率来的高呢，那意味怎样呢？其实
也就是说我钱可以拿去投资市场利率，还比公司给我的来的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公司不可能，也没办法说要债权人按照面额来跟他买，一定比面额还低。我们来看，怎么来换算他今天应该有的价值？这边一样是 P， 等于一样是反映未来各年公司会发行，会给债权人1000块的债息，然后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按照市场利率15%来折现，然后到期呢10000本金也要折现，按照15%折现10次，这样算出来呢才是7491。也就是说，因为市场利率15%比公司给的票面来的高，所以呢，这时候公司这张面额是10000的，其实他卖出去呢，债权人只愿意按照7491来跟他买。那我们来看第三个例子，如果市场利率只有5%，低于公司给的票面利率，那当然这种情况下公司给的比较多，所以呢，他要债权人必须要付更高的价格来取得。那我们一样，今天债券的价值就是未来每年收到1000块，然后按照5%折现，然后还有到期的10000折现，按照1交%折现10次回来。那这样呢是13861，也就是债权人要比面额10000高出3861，这个才能买到这个公司债券。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就是说，一般我们原则都是1年复习一次，如果万一公司呢，它是半年复习一次呢？我知道很多公司发行的公债是半年复习一次。那这样你要把它的市场的这个票面利率呢要除以2，因为你半年复习一次嘛，而且那个市场利率折现也要折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那个例子，在这个例子当中呢，我们说台拟公司发行面值10万，票面利率12%，20年起的债券，每半年复习一次。当市场利率为8%时，那债券刚上市的价值为何呢？好，那这里面呢，我们说10万，乘以12%，那1年要付你12000。可因为现在半年付一次，所以 I 呢，每一期只付6000。好，那20年半年一起，所以2N 就2×20N 就40期。那 KD 呢，年利率是8%，你现在是因为半年付一次，所以2/KD 是4%。那这样我们要来看这个债券在今天的价值多少呢？那 P 就等于每半年的每一期的6000，然后呢按4%来，然后40期，那可以查看呢那个年金折现率，再加上到期的10万，然后呢求算它折现今天回来的价值，按照4%40期折现回来。所以今天这一种债券呢，在目前的价值是139586.8元。好，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算出来。好，但是往往这个是你还没有买的时候，那有时候呢，投资者他可能认为说，公司发行的这个债券目前这个价格我就买了。好，以这个价格买了之后呢，这当中公司有它的票面面值，还有它的票面利率，还有你买的债券的价格。那根据这个呢，只有一个折现率，市场利率还没有，它没有给你。那像这一种，我们就可以换算出来，就可以到期收益率。我们把它定义说一下，也就投资人在购买股票后呢，一直持有到它到期为止，而没有转让给其他人，则在这段期间内呢，投资人每年可获得的报酬率，我们称为到期收益率。我们用以下的例子试纸，同学就更清楚。在这里面呢，这个到期收益率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利息收益率，一个是资本利得收益率。而 year to maturity 就是我们一般的内部投资报酬率，也就是到期收益率的意思。那在这个债券的一般评价模式中，我们一样，左边是 P。是你已经按照市场价格付 P， 然后呢，接下来这个
啊，你未来 N 年，每一年会收到 I 的债息，然后这个 KT 呢，就是你投资这个的内部报酬率，也就是到期收益率折现，啊，未来每一年收到债息折现到第零年，还有到期的面额也要折现一加 KT NCP 折现回来。那这里面，我们如果把你户的从市场上买的 P 的价格，还有债息，还有本金都换进去，那只有 KT 还没有算出来。那你这样透过求算，你就可以算出你这一项投资，你户的 P 的价格，你每年收到 I，哦，还有到期本金，哦啊，究竟在这当中你的内部报酬率是多少？好，我们来看换例三。若公司的公司债面值是1000，票面利率是8.75%，期数是6年，那则报酬啊每年付息一次，若以937.22的价格可以买下来，请问报酬率啊为何？我们就把左边937.22，然后呢每一年还的债息是面值1000乘上8.75，所以87.5，然后要折现，按照 KD 来折现，逐年折现。再加上到期的汇款本金1000，啊，除以一加 KD 的6次幂，好，那在这当中呢，我们这样算出来 KD 就是10.2%，也就是说你付了937.22元，啊，去购买这个面值1000，那年利率它给你的是8.75%，一直持有到10年到期，那这当中你所付的代价，你产生的报酬率是10.2%。好，那我们接下来谈购买债券有没有风险，是有的。那一般因为债券是固定户固定的债息，所以我们一般把它称为固定收益的证券。那一般固定收益的证券主要是以债券为主，它的风险有几个，一个是利率风险，一个是购买力风险，一个是到期风险，一个是违约风险，还有赎回风险，还有变现风险。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谈，首先第一个利率风险。是由利率变动而对投资报酬产生的冲击而引起，它一般有两个，一个是资本利的风险，一个是再投资风险。也就是当利率上扬的时候呢，其实债券价格会上扬，会下跌。如果市场利率上扬，债券利率价格会下跌，那这叫资本利的风险。第二个是再投资风险，你每期收到的债息，你当要再投资的时候，如果市场利率呢比你原来低，那你就是有再投资风险。第二个是购买力风险，指的是因为呢，你收的都是固定的债息，还有到期的本金，万一市场上呢物价波动，那你的实质所得就降低了。第3个是到期风险，债券到期期限越长，那市场价格可能因着市场利率波动，造成它投资报酬会变动更大。还有违约风险，违约风险指的是债务人因为发生财务困难，他没办法如期支付债息跟本金。还有赎回风险。也就是说，公司在债券到期前，它可以呢以低于市场价格情况来赎回。最后，我们提到还有变现风险。有时候我们买债券，原先是要持有10年，可这当中可能2、3年我们需要资金，我们可能急着要去变现。那市场上呢，一般这种长期债券，它需要不是它流动性不是那么高，所以可能呢你要急着变现资金之下呢，可能会导致你有花钱损失，因为你急着脱售。好，那我想这一讲主要就告诉同学，债券它的价值怎么评估，还有它存在的风险。所以这也是啊我们要去注意的，也就是说你要买，要花多少钱买，你可以自己评估。好，那我们这一讲到这边，谢谢各位同学，下次再见。